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，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，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。哎，他们下各自去各自。哦，他们这个简简单单的简简单单的。蝉鸣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。是那个什么听筒吗？哦，天哪，是马来西亚。我的天，这是音乐啊。他戴了眼镜。我还是喜欢马来西亚，太喜欢他了。啊，好明显。下的秋千，剩下的暗恋，我们说过要永远在对方身边。走廊的光线，剪影的相约，还记得我在等你下课，想送你的鞋我手拿着，经过的同学大家都下车，还剩下的平凡都还停留着。哦哦，对地了，哦哦，你笑，哦哦哦，尴尬了，哦哦。前进的校园，记着是从前。分享手牵剩下的暗恋，我们说过要永远在分别的那天。剩下的时间，剩下的哦。什么姿态？啊！才不会显得我在释怀。第一视角。哦。闪闪热光。好像可以啊。因为我也曾经站在门外。他又拿了个什么呀？洋娃娃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干过了。太吃冰淇淋了。拿蛋糕吗？还有蛋糕，那四点肯定吃了吧？肯定把那个点吃空了。哦，真可爱，好可爱啊！哈哈，丁丁真可爱，文文真可爱，赫赫真可爱，闪闪真可爱。哎呦！互相调戏。女孩，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。Yo, listen, girl. 你是我的女孩。想成为 rapper 吗？就是大。rapper。真的是把他们四个人的可爱用完了，都在这里了。真可爱，真可爱！这个表情这么酷呀！我感觉他们还挺有意思的，他们全是那种嘴脸派，挺有意思的。调度好麻烦啊，这个他们这个。对啊。真的还挺没想到，原来是这种。这种样子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对，唱的也挺，有那种
很欢快啊，唱输了的感觉，他们那种。绝了绝了，哇！
转，多打几个，这些东西，